天啊，你怎么看起来很累耶？昨晚睡不好啊，落枕了。啊，是哦，欸，我推荐你一个东西，超级厉害的。这个就是符合人体工学的枕头，不管你正躺、侧躺，反正就是不会降低你的睡眠品质，反而睡得更香。好酷哦！是吧？你怎么那么多法宝啊？你是哆啦 A 梦吗？当然不是啊，哆啦 A 梦另有其人。走，带你去认识他。Let's go。这是哪里？这里就是产品设计研发基地。哇，好酷哦！是吧？啊，哆啦 A 梦嘞？哈，你太浅了。这一位呢，比哆啦 A 梦还要厉害，就是这一位，我们设计学院副院长蔡增传教授。哎，好，老师，这里好像有非常多专利技术的产品，老师可以带我们去参观一下吧？可以啊。好 ，Let's go。我们第一件作品是口袋型手帕，好，那它的开发的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小朋友，他洗手完之后就会把手在身上上面擦拭，那这个手帕是可以跟口袋结合，然后伸出来之后他的手就是干净的。那利优盘这个主要的创作的来源是因为我们台湾的食物很多都是跟油水一起去煮，是可以让油水跟食物分开，让喜欢吃油水的人他可以吃到油水，不喜欢吃到油水的人他就可以吃到比较干的食物。那这个枕头的特色就是正躺的高度跟侧躺的高度是不一样的。好，我们在侧躺的话，我们所需要的枕头高度应该是要这么高，才可以补足这个脊椎的正常姿势。那侧躺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太需要枕头高度，我们需要的枕头高度其实只有这样子。好，那这个就是正躺跟侧躺枕头高度的差异性。这个粽子机它主要就是可以放在电锅里面去煮。啊，所以这个它的做法就是不用我们的粽叶，它直接把粽子就可以直接放到这个上面去，然后盖上盖子放到这个里面去蒸。那我们在做运动的时候其实是会消耗到能量，那我们就是想到把那些能量拿来做空气清净的使用。那这个是它的原理，就是我们在踩健身器的时候要把空气吸进来，然后经过过滤之后，然后吹到自己身上去，然后可以让自己的运动更加舒适。哎，设计好好玩哦！看吧，不是只有哆啦 A 梦有百宝袋，不论你何时何地遇到什么烦恼，来找我们就对啦。云科大拥有多样专利技术与专业的校内研发团队，为企业提供更广泛优质的服务。如想了解更多资讯，欢迎来电洽询。